用提风水学传法讲座。举办着咱风水学的讲座，咱大溪的所在咧，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所在，拄只来咧，拄当着办宴会，普天同庆，那我是拜一二十二号，因为入去大陆。入去河北涿鹿，较早黄帝咱老祖公的所在，涿鹿庄园，涿鹿庄园，炎帝、黄帝，甲秋帝，较早上开始起居的所在咧。拜伊入去，入去到涿鹿的时，伫对。北京，这高速公路已经开到涿鹿张家口啊，去到八达岭的所在呢，已经就看了，在涿鹿方面呢，面顶嘛咧放烟火，满天的烟火，金光闪闪啊，开始落雨，今日放烟火呢，无落雨，迄天去呢，好，哎呦。迄、那个雨直直落落入到涿鹿，涿鹿的所在咧，因为咱伫遐帮助涿鹿县政府建设一个咱的黄帝殿，去甲点一个风水，甲水有树啊，来甲点一个风水，甲决定要甲到协助，协助的甲点一个风水，建设雕像。咱子子孙孙，咱自然会真正和谐；子子孙孙就开始会兴旺。若是建设唔到这，咱伫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即个厮厮杀杀、打打杀杀咧，互相小怨妒，互相小斗争，还是没完没了啊！所以王禅老祖贵国先师的慈悲交代，咱礼拜日，等于。九月二十二日咧，去到涿鹿，我带着咱几下师兄，当在入去。入去时啊，暗时啊嘛，迄个时阵已经七点外，看到涿鹿地区咧金光闪闪咧，拢对天顶好，迄是很难得的。入去到位咧，已经八点钟啊，八点钟咧，咱遐地方涿鹿县政府遐县长。好个书记，好个局长呢，就伫遐等。伊讲哇，师傅你来了，你们来啦！落大雨，最近也不看我，落大雨，足欢喜，大雨来。我甲讲，老祖每一届伊来去到倒位，都拢予带迄个所在带来感悟、感动。所以伊也非常非常会感应到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予地方带来这个感动。在去年啊，二月十九农历，咱入去涿鹿的时，入去咧，咱这田里伟基金会田里伟
说副秘书长呢，哈、啊，伊就甲遐馆长啊、部长啦、啊，拢甲因讲，讲嗯，哈、啊，即回落大雪来，会互恁落大雨，互解除恁的风，即、這个叫做旱象。结果呢，哈、啊，遐部长伊讲，田师兄啊，我们这里三年旱灾呢，我才三年看完呢。迄阵我看了，那副秘书长啊，田立伟、田副秘书长呢，说明说小可绿色了，惊伊闹鬼咧。哈，伊反正都讲出来，反正都做在桥师傅在桥啊啦。好，伊讲师傅，真的会落雨吗？会啦，哎呦，咱十九、二十九日，日一定落大雨。咱二十走咧，开始风雨变变叫解除旱象啊。你看几个先师王禅老祖，行到倒位，龙天护法在咧护持。好，那么这一年来呢，还是走路咧，因咧今年，尤其今年的落雨量已经超过1000公里。过去一年的落雨量无500公里，现在半年较济了，已经1000外公里以上啊。佮加上咱拜一暗，迄暗佫落咧，所以咱有一种信心。好、哦，咱自然上天会甲咱祝福。啊，那么虽然伫左路迄所在有真济真济一波地啊，但是无了解一个妙法，会是当当嘛会困惑。那么自从去年咱去到遐所在咧，还点出着黄帝当时藏桥山皇帝崩黄帝崩咧吼，王兴个是葬伫桥山。伫几千年来，伫高山呢，大概一定风风雨雨，我撞到伊，撞到伊呢。结果，我伫去年去到现场去看，啊，差天甲地啊！一个东，一个西，相差1公里。哦，尤其呢，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传予咱的妙法，伫撞这个风水地理的时啊，拢前后一撮年，无咧差1公里、2公里。哈、啊，我就甲。这个地方一辆馆长啦、书记啦，我看真真正正奉咱黄帝老祖讲啊，众里桥山呐、啊，这个叫做西楼下殿、池楼下殿，是这个楼落这个殿底下一个住宅如如一大地理，中国一大地理，就是咱的老祖讲嘞，黄帝祖啊，伊种底下，遐拢是山，真水的山。啊，山明水秀啊，虽然无水啊，但是山迄溪有够水。啊，这山呢，吼、啊，这万峦、万峰啊、千峰啊，拢来众星拱照着咱黄帝祖的所在。也是各位有兴趣者，咱会用来参观。啊，我带大家来爬迄个山，台湾找几种山好爬。夜景是大学，大学在夜景。所以，迄阵去了以后呢，贵国主人咱老祖师尊呐，伊甲大家讲，甲遐地讲，阮要带只雨水予恁，带雨水予恁，予恁以后旱灾就真少啊。刚刚呐，这一年外来呢，哈、啊，咱的这个啊，左路呢，今年是大丰收，今年大丰收，迄因历史几千年来，唔捌讲像今年的大丰收呢。我拜一去诶，拜二啊，伫遐总个世界在写一大片诶，哎，确实的大丰收，这是啥天理？天理啊！上天对咱众生、对咱大众有一点尊敬、诸天圣神对敬祖之心诶时，自然就会有遮好现象。啊，我在今年呢，哈、啊，咱就要去甲伊点出这个黄帝祖。啊，桥山、纵桥山啊，伊个地理，迄、那个一、這个叫做如来佛像之中的地理的事啊，我要去。啊，今年是4月7日，4月7日去咧，4月7日迄早起咧，啊，透早遐全落大雨，啊，落大雨咧，啊，从底下一概捞掉200只的地，迄羊啊，遐无饲猪啦，饲羊捞掉200只。面房流血金，啊，这个呢，叫做葡萄啦，迄水淹甲才一两尺悬，伊嘛是历史上唔捌安尼奇怪，因叫死安尼奈安尼。那么其中
有一位对咱中国历史非常有研究的赵局长的赵局长，伊讲师傅啊，古早时代咱的皇帝，哈、啊，那皇帝祭天爱杀三十只羊，皇帝做啊，哈、啊，祭天呢爱杀两百只羊来祭天，啊，拄拄啊留着两百只，拄迄天呢，我就是要去拜皇。这个皇帝陵啊，皇帝真正皇帝陵，迄、那个乔山一个重五千年的所在，大地里。啊，去到迄个所在咧，才就是看爬起哩迄点，哈、哦，木星这些木星结合，结合的时啊，我爬起哩，迄个天门开开，吼、哦，偌水的天门啊！所以各位，咱今日伫咱遮，哈、哦，举办着一间风水学的。弘扬这名法，遐多咧，哈、哦，咱大家咧去看，哈、哦，放烟火较济，哈、哦、啊，放烟火是一时，咱得到名法是生生世世福报，但是咱的观念有诶，也未因缘时机未到，哈、哦，这嘛是咱面前来。哈、啊，咱伫黄帝祖迄个所在咧，哈、啊，咱就遐伊就要起一个黄帝殿。哈、哦，咱呢，甲帮忙啊，定迄迄定迄地点。哈、啊，那迄天呢，啊，我金光闪闪呢，啊，等下刷呢，哈、哦，还要完满啦。甲张昏，张昏呢，哈、啊，我都咱三四个，哈、啊，圆道法师啦，咱吴风奇啊，哈、啊，吴老板呐、啊，还要这里合作，许明春老板呐、啊，哈、啊，咱的当姐呢，去说。这个西安的黄陵县，咱的叫做就起码是乔山。咱每一年国家的祭典，国家的这个叫做祭祖的时啊，拢伫迄个所在。啊，中共呢，大陆中共呢，因对神无神论，哈、啊，但是对祖先非常非常的尊敬。啊，因呢，嘛是讲祖先是咱的人性命之母。那咱若无祖先的观念的时啊，咱拜较一神都无路用。啊，所以啊，因呢对祭祖敬祖非常的重视啊。可惜咱台湾国家对祭祖的重视拢无够，吼、啊，干那对拜神较重视，吼、啊，这咱种所有颠倒去啊。在六年前啊，我就到乔这个西安，迄、那个黄陵县黄陵关的乔山呐、啊，去遐参观，去拜祖，去看迄点大地里的事啊。迄九龙吼，九龙祖辈盘龙的大地里，我来才知道。啊，我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地里中国咧，那要兴者，要兴者，头前咧，吼、哦、爱有水。哈、哦，这个宣仁庙、宣完庙咧，黄帝祖面头前迄个咧，爱有水，迄阵拢无水，干那迄大溪安尼，小小水在流。我咧讲，搁三讲四讲咧，可能去予咱老祖公啊听着，黄帝祖听着有法。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做水库，头前一块水库咧，咱风水咧讲就168一路发，哈、哦，坐北往南，桂山定向。桂山定向头前星空夜市呢，啊，拄起来就168、168、168就一路发，啊，所以转呢去迄水库以后咧，你看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你看嘛咧，你看咧，祖先啊，爱嘛爱得有好地理，啊，有机型必有机灵，有机灵必有机应，你爱有水，有水水就知。无水就无财啊啦！过去中国咧吼，中共咧因对水咧、对祖先咧，吼因为制作的观念无啥偌好、偌迄个遐所在啊。甲这几年来经济好起来，大家有心愈有心制作，愈有心制作，事业愈顺势，啊国家的经济愈顺势。咱最近去大陆看咧，全国的交通网做甲遐尼完美，吼高速公路在建设遐尼紧。好、哦，这个社区啦，啊，各个所在拢咧建设这个进步咧，予咱看起来，咱就看哦，真正恐怖的代志。迄时啊，已经有祭祖，咱若拜祖先，咱若礼敬祖先，
有祖先的观念的是，咱自自然然的，咱才有后世后代可言呐。啊，所以我去看迄个都黄帝陵，去安尼，甲老祖拜拜咧，讲拜托，好台湾经济会阁好起来，拜托。吼、哦，咱台湾咧，四方面拢有水好起来，拢有水好起来。虽然讲台湾是，三元不败的大地理，台湾是安尼。但是咧，咱台湾咧对制作方面咧，我也希望借着今日讲起来对法界宣告以后咧，咱台湾咱国家咧会当对制作爱重视，无做就无咱，无咱就无后代。咱无做的观念咧，你敢来讲哈？要落发，要大平安、大顺，是实际讲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中共咧，因对神佛。伊无去承认，但是去生活内唔敢捧出来拜，好、哦，伊是安尼。但是因对祖先非常的重视，每一年对制作一个这个礼仪啊，非常非常的尊敬啊。为心信教，心得道场大欢喜。那么相对啦，啊，咱今日在台湾。大家过去感觉生活真好，咱顶是安尼拍拼，国家努力，国家哈有关部门的努力拍拼，大家共同的努力嘅，所以咱呢对这个啊做台湾经济遐好，可惜咧，咱对祖先的观念咧啊，这就有较疏忽去啊，这点一只咱呼吁啊，咱全国的啊同胞，一个鼠标若要顺势。那无祖先的观念，事业要顺势招聘的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么去啊拜拜山呢，吼，去拜祖先山呢，哈，我都甲翕一张相倒来。重点呢，咱伫2004，民国93年正月初一，正月初一，吼，下午2点到6点，咱伫台北县南口，吼，体育馆。那好，台湾的举行一个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直接咧邀请全国的同胞，哈乡亲等咧，咱2004年到93年正月初一下午2点到6点，在咱南口哈体育馆，将近50000人来遐参加制作。由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下加咱易经大学，下加咱的贵国做学术研究会社会系列，各分系共同主办这件神中对愿制作的这个天命。所以咱一个国家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家庭要和谐，若是无祖先的观念的时，任你讲到满天的道理，嘛无路用。那么今日咧，咱遐好一年咧，哈去遐请祖先，哈咱的老祖宗啊，等下台湾过来大客家，哈遐多咧，咱大客咧，咱台湾建设台湾咧，较近的做咧，咱蒋公雍正、蒋公中正咧，嘛是咱来做，四家一个王姓才为做，哈咱四大人王姓嘛为做，啊经过先生遐尼好，嘛拢安葬伫咱。大客，你看，咱家是地灵人杰啊，地灵人杰，所以大客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好无？我只下请呢，咱五帝祖、哈历代祖先、天主帝王来到大客来，哈，当然呢，啊，遐拄好，我嘛唔知较早讲安排一个月前呢，安排讲要放炮来迎接咱的老祖公啊，结果呢，哈惊呢。放下炮了吼，放烟火了哈，来迎接着咱的老祖先、老祖公，迎接咱的五帝祖来到大客，大家有欢迎哇！啊，所以啊，咱大客是真有福报的所在，山明水秀，地灵人杰。若是无山明水秀、无地灵人杰的时，像咱老总统啊，两位总统呢，因拢。会要来住伫咱大溪咧，啊！伫大溪会保庇着咱大溪的咱各位乡亲，啊！所以今日正好一年呐、啊，
咱一只呢，吼内外相应，哈，两岸同时一个祖先的观念会相应。一个祖先是啊，咱黄帝祖，哈是炎帝祖，咱蚩尤祖，即咱的三个祖是福禄寿，即三个祖呢是咱庙顶三个的福禄寿。所以这三位是三组的福禄寿，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咱要有福才会平安，有禄才有哪吃哪穿，寿咧，吼，咱的岁寿咧，身体爱较，生命爱较久长咧。这是每个人所需要的三宝啊，嘛是咱所家家户户拢所需求的。啊，所以啊，咱今日咧，哈邀请着咱黄帝祖历代。天主帝皇862位天主帝皇，要11978圣，即个祖先呐。当时虽然今日咱即个大家参加即圣会，即个工作的会咧，咱大众无真济，但是你看袂到诶，吼、哦，你只要感觉，这是无价技术。啊，伊嘛咧等10月70，伊嘛是大家看恁大家放宴。会啊，10月70，人的心，神的心，人的心，咱子孙的心，老祖宗的心，心心相印啊！啊，会伫咱这里放这宴会，这是对天的。啊，咱12呢，伫叫做着陆线呢，迄、那个火光呢，金光闪闪，雷光闪闪，是对天来的。天落一定地爱有来相应。那么来到咱中华民国，咱现在最近的呢，咱的天主帝皇上少上少年的，等于上少年的是啥人呢？咱的靖国先生是上少年的，哦，都862位，伊号码都背，对黄帝祖对伏羲就是排排到这862位，你看。上金元请来，咱上尾啊号码，即王星即牛人诶，伊嘛是相应，头到尾都拢已经无所求，伊来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即拢是法的传承，一脉相传啊，一脉相传，这是一个法器。所以10月70个放烟会，恁来参加放烟会时啊。每一个真水宴会，咱爱共赞叹，爱拍鼓啊！即表示咱的雅量，表示咱智慧有开。你无哦，扑入啊，就那安尼尔，吼哦，遐水煞袂记咧拍鼓啊，无能扑入咧，吼遐水开花，结果咱就爱鼓即掌声，因为咱只办即宴会咧，咱的心。影响着咱老祖宗的心，咱的心影响着咱在地，吼、哦、各方各界诸天圣神佛菩萨，甲咱地方的山神土地众圣灵因的心啊。所以社会之心存在咱每个人内心，社会之心存在每个人各人咱一个念头，咱恭敬一切，尊敬一切。我相信呢，双十节，咱的鼓掌以后，咱台湾一定会真正幸福光明啊！卫星，啊，大家的乡亲，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风水甲咱人的关系。风水是咱人的生命，风水是万生万物的生命。咱去到大陆，北方，你看，光秃秃，有风无水，树啊种袂起来。啊，所以啊，这个水是万生万物的生命。在6年前啊，好，我去带一阵啊，啊，咱同修去丝路的时候，吼、哦，迄、那个大戈壁的怪。几啊百公里，拢是石头啦，石头坡，现看一丛树啊嘛无。所以古早迄个皇帝
对遮个政治环境顶啦吼，无甲伊就甲掠去边道边疆，甲囥在遐。你含要出来，你都无再要出来。啊，你你要出来咧，几啊百里拢无水，要枵死啊！嘛无一丛草，嘛枵死啊！啊，面顶影啊伫飞，吼，迄个影啊嘛枵缩缩，哈哈，你去啊半路当落去饲影啊。所以伫遐咧无风有风无水。这大地遐尼大数，啊，咱去啊说说说咧，迄阵夏天啊，八月啊，八月是非常热，啊，咱要去的时啊，哈，去到新疆，哈，乌鲁木齐的饭店的时，啊，咱贵国先生啊，王强多少，伊甲我，你甲因讲，要互恁五天的春天，要互大家五天的春天呢？这哪有可能？要哪有可能？这么热的春天，好啊！起暝开始落雨，暗时落雨，二时热凉呢。佚佗，行到底暗时就落雨，二时就凉，哈！佚佗到足欢喜，五天的春天。其中一天呢，去到吐鲁番，迄冰在乌啊，地球上热乌的所在嘞，冰在乌嘞，一年落雨落无30公里哦，一年哦。路足少诶，足少诶啊！结果呢，哈，阮去迄暝呢，哈，即要去迄暝呢，哈，暗时都落180公里，一暝就落180公里。结果咱呢看《西游记》电影遐，迄火焰山呐、啊，火焰山下面迄个坡咧，拢水，路咧，拢水。阮的车要过迄个罗兰国啊，罗兰国要过的时啊。根本就无啥行水，甜甜啊！因遐啦，搞什么搞什么？上天搞什么？是安尼变啥搞人？啊是安尼落遮大雨？啊，我是要罗兰国佚佗啊，去看罗兰国，结果桥起来流转去啦，桥流转去哦，阮煞无倒过啊，对啊，遐个人伊讲，因自历史以来，迄、那个桥几千年啊，照常要流掉咧。哦，啊，到即摆才去流掉去，这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还开始啊，爱有风嘛，爱有水，啊，有水咧嘛，爱适量啊。那么相对一个人的福分也无真积聚的时，哈、哦，你要发真大的福啊，消纳未去，消纳消受都未去。我甲遐地方遐人讲，恁遮咧吐鲁番遐无水遐少，无我看水互恁像甲台湾共款，我不要，我不爱水，我不爱落雨，我是安那，因为遐葡萄世界上关多的38%的葡萄都是伫吐鲁番，吼伫迄个正在乌的所在丝路，哈伊讲假使咧，你若落雨面顶落来水的，阮的葡萄咧，甲恁台湾共款尔，无啥甜。啊！因为经济结构就无啊，你看天公啊，歹做啊，天公歹做，哈、啊！那一下子就是啊，对天山山脉，迄、那个泄水啊，拖下溜着一个沟，拖下溜沟嘞，对迄个啥子坎儿井，哈、啊，怕怕冻的，才4-5千里哦。伫中国吐鲁番的葡萄园啊，4-5千里啊，然后4-5千公里，拢伫那水才爬起来，才来压。头啊，面顶无压着雨，所以葡萄才会甜。嘿，所以天公歹做。啊，那么个人的生存，个人好，但是水真重要。面顶有风，伊嘛是爱水啊。所以咱大家对风水咧，拢甲存着一种错误的观念，干那看祖先的风水，祖先死去，哈，会当种，会当大，好多风水，嗯，是安尼个呀。啊，咱厝的方向上呢，这嘛不是遐个刻意的风水啊，这拢是一个环境哈。那明年呢，明年啊，哈、啊、暑假呢，哈、啊、我啊要交地去母牛牛诶，我啊约束7年要过去，明年都第7年啊，明年第7年呢，嘛要过来走路，买迄条丝路，要过丝路呢，我咧惊我今年可能较侪人去，较侪人去的时坏啊。
遐游览车还阁出门，又阁无迄个飞机个载济嘛，有限啊。吼，即也蛮难，但是爱看即缘分就对。所以风水是万种万物的泉源。第一次咱去长江的时候，看到长江的水咧哈哈叫咧，啊，迄个周围咧波浪做遐悬，万一长江的水若要泛滥，佫伤济去啊，哈，死亡灾难遐尼济遐尼济。那么天地间啥上健康咧，拄拄好。恰恰好，恰恰好的人生天理，嘛是风水的法则。咱大家每一支山看遐尼清脆，好，每一条溪仔看水遐尼清，这三明水秀的地灵人杰。咱大家的山形啊，拢是属于金青。哈，我有小可咧注意着咱大家在乡亲。但其实乡亲呢，大家一些体格啊，感觉真正有一种憨厚，好有智慧的型。已经是大。好，那么大溪呢？好，我这是哪来的时候，我一定注意看到大溪这的山势。莫怪咱的老总统，蒋公，哈，蒋国先生介的。在讲讲啊，咱中正先生咧，啊，伊会想要将伊个灵骨葬伫这所在，这并唔是讲伊贪心要爱葬伫这所在，伊就发这甲国一个肯定的大客的三名最受地灵人杰，是要甲咱大客在乡亲肯定证明这有好所在，所以叫咱大家爱珍惜着水土保持。珍惜了咱大溪所有的建设，咱莫破坏大自然。咱就讲诶，哈第一门风水啦，迄、那个所在，你看山风聚气，长风聚气。咱的地理、处场、风水，第一个山风聚气。山风聚气者，咱头壳就清醒。假使咱一间厝，你向出去北风算算叫诶时啊。好，咱出门心就烦，入门心就乱。出门心烦，入门心乱的是，咱智慧哪会起来？这根本就无可能嘛！啊，所以咱像咱这个头城，咱的经过先生，迄所在嘛是长风聚气的，这拢已经大自然天地间在甲咱实现，吼，或者风水的真理实现着。大宇宙一调和的法则，正经咱就信罗先生。你看老师啊，我哪拢未发哈？要发大发大奖的，唔歹势讲。你平时发道个，还是要发个，还是要发意？发财发啥？发高？你讲发财啦？我你咩时阵打一对打一条要发财？阮祖先了风水啦，我你看几届啊啦？无啦，挂无几届啦，正月阁挂一届，我去博挂，讲现在阁挂这嘛歹，结果一年挂两届，六年都挂十二届，甲今日都到十三届。我一年两届，年头吼、哦，你就开始风水撞咧，都无法，你就直直吹吹风水，无精神做事业，无精神做头路，干呐为了祖先啊风水，望祖先啊来甲你斗赚。我你是有够不好呢，有够不好。祖先死了，扛硬手硬啊，我叫祖先啊，我甲你斗破皮，哈，迄就足无理个啊啦。哦，啊，过来咧，你撞了了咧，奇怪，那无发着，那做阴撞猫发，阴时撞猫时发。自古以来无说，阴时食猫时牛是有尔，阴食猫牛，三点钟前食，三点钟后个物件。因为咱开进前诶，即摆拢照三点半啊，哇，三点半先照，啊是讲咧刷卡先刷了再讲，先刷卡再享受，后难过，哦，这嘛是严重，猫子不是猫发了，人家猫牛啊，各位要用刷卡爱作注意，我嘛甲囡仔讲，你唔好常常刷嘿，你是人家猫牛嘿。
你若因家某女食惯时吼，你就会散哦，爱注意哦。所以风水哪有可能因种爆发？要因种爆发嘛，爱有德，爱有福，所以叫做福德正神嘛，神爱正哦啊，这爱个行这做德叫福嘛，福德正神嘛。公公老师，安尼我袂袂当时才有发，我你即摆风水个等一边。老爸老母有怎讨找你讨食无？伊讲唔系啦，我唔捌迷茫。阿公也是阿妈，老爸老母怎来讨食？安尼你祖先有平安，免烦恼。阿、啊、你即摆认真做头路，风水摆一边，吼、哦！你家己先拍命，再讲。伊讲，那唔是讲老师你种搞的会发？我哪发？我今日就后面只很好，足简单嘞嘛，是唔是安尼？啊！啊，所以咱这个信徒呢，老师我办了啦，好，啊，安尼我等下拍拼，等于我你我你三年来莫来找我，你三年来找我，你就袂发，等于真正三年拢唔敢找我，三年来认真拍拼，我第四年就真正好找来找我咯，啊呢，那个新闻师都搬了都两年的事，伊就一天来，老师，谢谢你，我等我有发了啦嘿，你安怎发嘞？你讲叫我三年不用找你，我三年吼，我认真拍拼，做工含背我嘛未去背，吼，我未去背我，我认真拍拼。我是我有够不好，啊，家己拍拼，结果含老爸老母啊，做工害你牵拖再来，哎呀，这伊反正就讲，我等认真做生意，做三年外，这有行情做，结果开始搁存钱起来。这只就是风水啊，风是咱的思想，咱的心念，水就去行啊，水就去行去做呢。所以咱真侪人把风水的定义拢弄唔对呀。还有咧，咱就是信徒先生，在几啊年前啦，哈，我都含咱的，迄阵咱的王树花师兄，我啦王主任，我老去的款，伫台北，吼，伫台湖遐，啊去遐咧。去看一间咱信徒的厝，我入去内底咧，哈！伊说啊，老师，我师傅，我脚袂顺咧咯，哦，啥拢袂顺，哪拢袂顺啦！我入去出来底去楼顶咧，我无位好打下去，我若打咧，你们打着啥？你们再打着靠，打着无啊，打着啥？反正拖下都提下空间咧，爱行用我跳，用我跳，用我跳去。我讲你怎来换啊？平淡人哪可能换？在心里啊，想去平潭人，最想嫌，唔想去哦，唔想爱去哦，想不爱去，想，即个讲，即平潭人，哪有可能会犯呢？我在心里啊来处理啊，使用是啥？查某人，太太是使用的呢。啊，在心里啊看了太太，使用的是太太。便当含坑都搬便当坑，好心只在搬到手嘞，哪有可能要钱开？哎呦，我讲你嘛捡个较清气啊！我都真闲，无精神。你厝内底乌人坑，坑到无有打，我去你往打，你往跳啊了，无好了背回呢。本来是要借一支他来背背走去哩嘞，哦，结果呢，要发得多伊，无可能个代志嘛。这个就是风水啊，风水。静无几工尔，咱一个师兄伫台中遐，老师啊，吼、哦，我出来即真袂平安，囡仔唔读册，册皮读啊册心，愈读愈册心，吼、哦，啊，阮某身体歹甲呢，啊，下骨，啊，我嘛咸要下骨，囝嘛敢若是哈呛，唔知安怎，我你出来即真垃圾无，来即雪山后壁都仓库，啊，你不但拢蹲咧后壁。啊！你有窗门无咧？有抽风无无咧？干那内底臭锅啦、臭扑味，干那接你内底来，精神都歹啊嘛！咱哪爱呼吸新鲜的空气，头壳才会清醒。会清醒，咱才有智慧。有智慧者，咱才读有书、读有册。讲安尼哦，我有这个生个安尼了，我足简单嘞。后壁垃圾，后壁乱七八糟，有这个生。一定是安尼尔，无啥物撇步。光你去倒去拼拼啦，我要过大陆，吼、哦，我要云梦山，要走路，要去西安，啊，等下你也拼清去才下讲。
是讲吼，咱来摒清气，才要甲师傅讲吼，迄种是人生活了是真正多彩多姿啊。啥多彩多姿咧？艰苦一挂，一关未过，搁一关，定定塌塌。所以咱今日讲风水，讲易经，咱是基于咱日常生活、社会上的生活。所以咱伫大溪这个所在，有咱张宗义哈张讲师咧，哈伊咧，哈是咱大溪。今日嘛，咱来开这个易经甲风水学的法门。哈，凡些咧，有诶讲，哎呦，易经遐尼深。那这回咧，我去大陆，去大陆咧，这个走路，因为馆长，王县长、王馆长咧，我那40多岁的馆长，伊讲师傅啊，哎呀，谈到易经，我不敢去碰。讲到易经，我唔敢去碰，唔敢去摸。啊，因那局长呢，对啊，好，易经我看起一环过一片尔，吼、哦，这这两个把我考倒了，一横又两撇啦。把我考倒了，我都不敢去赌啊！我好，我即马我会派弟子过来大陆走路，甲恁开课，甲恁教，好不？我好好足欢喜。但是在座想要过大陆教也少，有无？啊，好，我会派人过教。我刚好一点诀，讲破无值三个钱。江湖一点诀，一点的要领尔。你讲破无值三个钱。等于啦，以前阮故乡，有一位啦，就娶新娘，娶新娘咧，咱即摆毋知下行路下好过啊，啦，系讲你毋下好过，阿伯我会晓，阿伯我会晓，做新娘阿伯还会晓，结果无偌久咧，阿叔说死翘翘，就我嫁，过嫁就真正会晓啊，好。点破，把这要领点无开，所以咱学易经，这真理啊，大陆非常非常的需要。伊若知影台湾，咱是易经大学，知咱这中门是台湾到处在开课，希望讲这个妙法会当传到咱大陆。可惜咱台湾同胞咧，要爱要研究这项咧，因为唔敢打入去，事实就足爱就足简单咧。我以前学易经呢，64多，我背八年啦，64多背八年哦，弄未清楚，敢看摸未清楚。到有一暝呢，去啊误着咧，我才跳起来咧，我太太，你是笑的哦，你咪要跳起嘛，跳到死咧，你是安那，那跳的，我误着，我开悟，我顿悟啊，易经妙法顿悟啊，所以我了咧开始贯通。我就爱一定要将我过去的苦恼，将我过去唔捌的方法，我要教予大众。只要人有啥物学，我一定传予地主传的妙法普传呐，妙法普传。所以咱个性先行的妙法，过去啊，拢是伫。食伫配报纸的人，食伫配册，才敢来读。事实上，易经是一种真浅尔，佮淹到鼻水尔，鼻尔，鼻要淹无过。看有深无？无深嘛，无深嘛，淹到嘴尔。只要有心去读，落五五五的，就袂去淹死啊。所以读易经足简单嘛。咱呐，假使毋知读易经。咱不了解易经的事啊，咱足侪烦恼会真多。曾经咱一个师兄，伊咧，伊就学来过伊的师兄，伊伫读易经，哎呦，师傅啊，我问你就好啊。迄个时阵呐，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投资的代志，马上要决定。那么，伊就找我，我迄阵拄过日本，去日本就找我，好啦，甲载落啦。好姻缘啦，无要紧啦，就较知咧，毋知偌济钱哦，就投资啊，投资倒来咧，伊讲老师啊，我是找你找个好苦哦，我什么代志？
我咧投资一件行业，哈，安尼唔知趁钱无？我甲算算，哈，四级空头诶，空壳诶公司，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哦，未投资哩。这一个集团，伊讲我真好诶朋友甲亲戚呢，一个朋友一亲戚呢，拢甲伊讲真好呢。就是亲情跟朋友，好朋友，唔知道我怎让你去跳嘞。上帝会毁灭一个人，一个让你疯狂，让你足欢喜，才让你我怎毁灭掉？结果呢？哈，过无几工啦，目睭擘开，老师啊，无去啊了，啥老师无去啊？我要伫遮咧啊！哈，唔是啦，我投资的真正无坏人啊！我甲你一叫叫你学，我想讲你就对咧。啊！老师若死翘翘嘞，是毋是？啊！伫想讲，敢若我无地嘞，有当时我无地嘞，为了困中昼，暗时暗困，也袂转来。啊！暗时我早困出去啊。反正安尼，所有你要问神社公、神社妈，你要都要问，根本都你要找机会都非常困难呐、啊。所以各位啊，万行代志，救人不如救家己。求家己不如求真真正正的家己学习易经。那么家来要保平保平安呢？风水命法，咱爱捌，咱爱捌捌着风水的命法。那么咱自然呢，好家来就会好海嘛。所以这就是风水不变的真理，嘛是易经的属性。那么各位啊。咱也要对易经的属性、甲易经风水的连带关系、风水的属性，咱也要把握的是。我相信咱出后，咱的人生会光明，个个幸福。啊，咱大家的乡亲，每一个人来到大家的时，一定爱买一项物件，咱的豆干。大家的名产是豆干，所以每一个所在有伊的生活的方式，无同款的智慧。那么在大家的这个豆干比别人较好食，原因在哪里？好山好水，即个灵气，即个水质，啊做起来呢？咱大溪的遮个豆干，我见来咧，哈，我一定车停咧，买一顿伊食，送朋友，送亲戚。啊，这咧嘛是历史渊源，这嘛风水的法则啊。若是咱这个豆干，你来去海埔的时，海边去做，我相信气味就无相像啊，智慧设备还真好。那无咧，咱的豆干咧，啊，咱伫外面拍，每一头往往的一头拍袂着，因为呐，外口雨是伤济，啊，所以拍袂着，变得卫生都无好啊。那么大溪这个所在咧，水真好，空气好，啊，咱的设备够好，这三要素的条件咧，当然咱大溪的豆干会更加好食。曾经我有一位较早一个老朋友，啊，伊就买一个大骨豆干转来，搬来捧出来。啊，伊讲我一食食，哎呦，这豆干我若上不爱食，我看了豆就去。因为豆啊吼，唔知啦，我对豆啊的兴趣真无。第二食食食，讲老兄弟啊，大客的豆干，我真有晓食哦，才提下看，真正。嘿吼，我无做为广告，袂用广告。哈，若无广告，老师你敢来广告迄个牌子尔，袂使。吼，都拢是真好食的，对吧？所以这嘛是风水，地灵人杰，地灵人杰，好山好水，咱头壳就清醒，清醒呢，咱自然会做出真济真济好诶物件。再来，咱只大客信度，够俗，够无贵。啊，搁大班，啊，搁而且呢，做起来材料啥真实，啊，所以咱橡皮山小学啊，几啊座大座嘞，啊，诶，即个叫做信度，
拢伫咱大家遮，请遮师傅做诶。好，即个嘛是地灵人杰，头脑清气，做万项代志诶，伊有伊诶专长，伊有伊诶特色，伊有伊诶无共款诶气质存在。所以大家好山好水啊！以前我咧做测量经营中心测量公司诶时，来到台客店，就去山顶一支三角点。去啊测，迄当时我测对这个风水无真捌，但是我可能知影讲，哦，这咧接山头那千军万马，千军万马这叫做气势。我这以后一定会出高人、出天子、出帝王伫这个所在。较早我测量一下，啊，跳到到第二个时啊，原来真正有出。咱老总统两个拢撞伫遮，千军万马，吼、哦，遮啊，遮万千军万马，可见咱这所在，吼、哦，咱的总统会撞伫遮，遮嘛是天主呢，天的囝呢，唔是讲台湾的囝尔呢，吼、哦，天主天的囝呢，啊，天的囝既然伫世间一个时段以后呢，伊呢。伊嘛爱借用这所在，千军万马来保护着咱台湾这片的净土，保护台湾这地的土地。所以咱有当时啊，拜祖先的时，咱嘛祈求一个家内的平安，咱嘛祈求咱事业的顺心，祈求咱社会的和谐。好、哦，咱的祈求收着，咱爱嘴爱讲出来，知影就爱行。啊，行事咱就得到真济真济个一个好个果，较好个一个感应，这嘛是风水个。曾经咱一位师兄啊，啊，伊咧讲师傅，是安那大客个风水，人讲大客会出金主啊，啊出大地里会出金主。讲到呾，我呾目前还无时间来咱大客来这所在来看。来遮参观，啊，会馆啊，还未到，还未到这个会馆的时啊，咱当然无法度去了解大溪大地历史，大啊什么程度。但是咱知影个大溪是山明水秀的好所在，好山好水，地灵人杰，地灵人杰。那么这道理在哪里呢？咱风啊，清凉的时。呼吸去，经过鼻啊，对脑这里啊，转对中枢骨。呼吸正常的是头壳就清，风清气。啊，水若好的时啊，咱食落的时啊，咱自然呢对腹内有一种感觉，感觉一个欢喜心传咱就智慧啊。这是上好的开始是安尼尔。那么相对的，咱一间厝。一间工厂嘛是同款，咱真侪工厂事业做袂顺，厝前厝后顶个弯钩起刷，头前出门呢冻掉出门袂顺，做生意人气就无好。啊，你若后壁顶个阿哩不达嘞，虽然物件爱藏，咱爱有藏个整齐，内底大家头壳清醒，员工大家就和谐，大家就会合作啊。这嘛是上好风水尔，咱若好平，咱厝安尼好平，看到出来好平啊，囥个乱七八糟嘞，囡仔性格心浮气躁，啊，常常嘞病气主，劳气主，劳气主，咱若良平啊，囥个阿哩不达的时啊，财就记袂牢，一定的道理，这嘛是风水啊。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那么真侪人对风水的发迹，拢是哦，你什么名爱看什么相。那么相对呢，那翁阿某无共命，你怎么办？爱将带一间，哈、啊，啊，曾经诶，咱有一位信徒，嘛地主，伊讲师傅啊，伊个太太嘛，师傅啊，你看，我眠床爱看什么相诶吼？哈，我讲吼，恁翁阿某，吼、哦、一定无共。无共命吼，对，
啊，若无共命，你去问先生啦，就叫你爱困这边，甲困这边烧炭。暗时你甲鼻卡烧就好啊，你就免困啊。要好伊倒位，甲他烧灭就好啊。伊讲嘿咩，我人人歹困片，二是怎会穿布鞋？暗时自己靠臭要死，吼啊！听先生都爱困咧，家己无共响。我甲他鼻着，我暗个卡啦，规暝困袂去哩。说一遍嘞，一个咧臭烧味就一遍啊。啊，都困袂去，早起起来头壳戆戆醒醒，我你都无智慧，唔才会安尼。哦，环境卫生愈歹，你愈无智慧嘛。所以咱有个人爱什么命，困什么响，住什么厝的响，这咱拢袂用完全以安尼来论。你一间厝若平安食，任何人住着平安；一间厝若下处响食，吼、哦，你下代事人的道理的事，什么人住着平安？免活什么命，无母到有命，母到无命呀！这那目前咱台湾大家咧学地理错误的观念，咱今日传这地理，咱唔是讲要教各位哦，后摆恁会当创去创啥？唔是安尼，传落各位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呐、啊，然后帮助别人。曾经咱就信道先生，原来呢，伊就是真袂平安。伊袂平安就对倒位呢，门口呢，咱就伊就真欠，真欠呢，督查。头前呢，伊就查夹一支一支，大呢拢贴在面头前。啊，面头前啊正平呢，吼、哦，就去甲创咱个兄水，迄个旧个灶炉遐，就兄水啊。啊，兄呢隔壁共分着人，你都去督。咱若互你甲毒个时个，咱人一定衰个啦。啊，你若查一支一支嘞，向你内底万箭穿心，万箭穿心。我讲你这哪会平安会顺事？恁老师爱查无彩呢？吼、哦，我咧牙齿咯吼，牙齿会用减省我拿一兄水个牙齿钱个。我讲你医生管一摊，你查了要几啊单？这位菩萨的信徒，哎，够有影哦，老师啊！我做这个茶香还未了，我开几万块呀，有啊钱开几万块呀，遐这些茶偌济钱，唔值钱啊！那无你去边啊用？啊，你咪香啊，你香香茶的走嘞，你香的火嘞，你都唔通去人分掉啊，莫去人分掉，厝边头尾造成厝边头尾空气歹的事，是不是死了掉？你死了这个时阵就无福啊嘛，这是风水啊嘛。等好啦，去掉啦，我摸摸掉啦，啊遐查个害死，我有够冤枉。人查的外口好好，你共三人啊躲倒过来，在看你门口我躲咧遐，你还看拖人来查，无道理嘛，无智慧嘛。等下变袂掉了，过一阵嘛，娶孙啊。啊、哦，规家来佚佗咧，老师谢谢你啊！我即摆厝较平安啦、啊，家己较平安啦、啊，无见那个欠欠欠，跟他扫，因为万箭穿心，啊、哦，万箭穿心嘛，脑子冲进脑，细胞都跟他扫，起起欠欠，这嘛是风水。要咧，咱即摆装卡，真侪许迄个灶位，尤其咱装卡上侪旧灶含新灶。真趣味的代志，在啊十年前啊啦，好，我都去咱南口古山呀，就信道的厝。我看嘞，伊个老师，你看我厝安那？我先就看灶卡，灶卡嘞，古灶的头前，咱过了新灶的后边。我哦，我上啊，做的新妇是有够好诶，农民煮饭。说拆一下，我上次拆一下，是安尼讲，是啊，你造旧造在头前，新造在后边，所以，你爱煮饭，吼、哦，新妇食是正常啊。伊讲好，我这新妇是有够的，再是困了晚晚晚啦，啊，未是明天煮啦，啊，我会枵啦，我就先去煮啦，煮煮的，伊才起来烧咧食啦，你看，吼、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啊，因媳妇咧，伫房间听着，就起起哭哭起哭。妈，我无叫你煮我食，我无叫你煮我食，
我就睏得较晚，你早睏了以后，我就足爱睏安尼啊。你爱睏，因为头老早是中背，身早是下背，下背不用徛在后背，大不用徛在大背后边啦。这是一个风水的妙法呢。啊，那是不也无歹啊。哎呦，我知你就做安尼个自找黑的了尔。我就是爱睏啊。灶位唔对去啊，这嘛是风水，咱册内底我拢有讲。恁吼在座俩，恁今日来参加吼，恁等下等下恁家来看。但是这本书恁无甲看做一般的街啊路看的神册哦，看的神册你摕来看看，大家等下本书啦，有一天你会后悔，有一天你会后悔。因为你要起厝，要买厝，囝要起厝，要买厝，你这本册咧，吼这好多贵国做学。贵国是新发在台湾的阳台风水学的讲座，虽然这本呢，这本书呢无上之宝，好、哦，所以恁可能恁若要买厝、要整理厝，恁就照安尼来瞧的话，真简单，风水册一部车，买用无十页，买用伫恁兜绝对无十页，啊，就有够啊！啊，真紧啊，咱就信同，啊，伊就摕一本。风水学杂志嘛，提上来，啊，都反正就当当去个庙就往搬，搬搬当无困啦，无看啦，啊，就现在做一个等，等你本数人啊，啊，有一天呢，伊一间厝家是未平安，即一直找一本册，找老久找无咧，找到去掠工的，啊，才过来上司要改，我你唔是甲等掉呀，无咧。那无你找出来，阮机关也找袂着。你定等下啊，诺啦，我都足侪神册，哈看看无看落去，大家嘛写同款尔。哈，我都要等下摸摸，粪扫车有别人看，粪扫车不要写人看，粪扫车只扎粪，粪扫堆起不要写人看呢。好，那么粪扫车迄个呢，哈，迄个收粪扫的呢，伊就安尼规包块摸的，伊都看着这本册。哦，等于伊咧烦恼咧找无新鲜咧，等于咧啊看了这本册咧，啊伊咧家己厝在敲敲敲，家来平安咧。伊就讲咧，伊才去感谢着咱这信徒，谢谢啊，谢谢先生。吼、哦，你送给我册，其中的一本风水册，我厝囡仔阁歹，吼、哦、家来阁未平安，我照这本来甲敲敲咧，家来平安，囡仔乖了呀。吼、哦，足感谢咧。伊也唔敢讲啊，啊即摆才要来找我爱。好，要就要找我爱，我讲无好哩，无爱买。老师啊，偌济钱啊？我遐都赠送品呢，吼、哦。但是你我都袂瘾送呀，你甲单调呀，你无尊重，发布。吼、哦，啊，到尾伊就摕一张大张个签名呢。老师，这张有够无？有啦，落去搁做印，摕这张报迄个啊。我讲摕五本无，啥物五本？因为我都三个囝，食一本。我一本，我穿过一本，啊，就五本。好、啊，所以这本书啊，你莫小看这本书。咱真济咧，咱有诶无啥了解咧，恁会用来读书。咱伫咱诶张总理啊，啊张讲师呀，咱地方遮开课诶，恁会用来学。好、啊，咱大安市诶，好、啊、北部，好、啊，咱嘛开真济真济，拄只所报国家诶讲师咧。嘛是拢伫咱大安市，啊，伫原着法师，哎、啊，副秘书长的领导之下咧，大家共同拢来弘扬这妙法，妙法难闻，妙法出世间。为什么？咱爱把握啦，咱若唔知影把握者，是讲咱有一天艰苦到，咱也搞不清楚。也是讲呀，咱若红晒，用用诶。哦，咱就报因来读书，来读些书的红师，拢袂变歹，你放心，吼、哦，真有效。你也唔相信，问咱只蓝世文，吼、哦，本来嘛拢真好啊啦，愈读愈知因果。咱读这部书，是予大家了，即了解因果，读这易经佛法，咱了解因果，咱会减少着失败的机会，咱减少失败的几率。咱减少着烦恼，咱自然过来修行，过修行过念佛，修行的事，咱自然，咱要顿悟就较紧啊啦。
咱哎大家的乡亲，一个所在有一个所在的特性，啊，接在咱大家啦，咱这水神是真水，但是水神的咧，啊，水靠这数咧，哈、啊，无数啊完全的真正水，但是若是咱会当，这个对经济，对经济的这条路计算。对成本会计计算，咱个加强的是，我相信咧，咱才会足好足好足好个着。好个在咧，咱最近咧，佫咱做两板桥、三板桥，一顶一顶的桥，咱在将台客的水神、财神砸掉咧，咱就福气啊！啊，所以啊，咱就台客，啊，尤其咧，针对现在社会。科技渐渐渐渐的，拢又个回笼对增卡都转来啊，交通方便，啊增卡的小较偏僻，较增卡的生活方式咧，好会当人心足安的，会当住咧增卡的人要足有福的。我是增卡人，我是南投中寮乡中寮内底人，好在北溪县仙鹿巷，啊我咧九二一的时，哈、啊。倒啊！即摆未过倒，嘛无通过倒啊，倒了了呀，倒了了去啊，嘛未过倒啊。啊，所以咱住伫庄卡，庄卡的好处，都市的好处。但是咧，无论庄卡是都市的，咱的建设、建筑、施工设计非常的重要，迄嘛是风水。伫九二一的时。咱上去山先去试，哈山下多足些，多甲阮过去耍。咱先去试拢无倒，干咱两个围墙啊嘞吼，真长嘛。围墙着量啊，量完嘞摇摇摇嘞，伊啊摇摇困伫土下嘛，伊并无倒啊，困伫土下尔。啊，迄摇着摇那些，好有围墙啊，安尼尔，其他我肯定拢无倒，因为我无破坏着风水。无破坏着大自然，无破坏着山川的灵气的环境。所以，咱伫象鼻山仙律寺啊，咱九二一日拢无倒。其中一间禅堂400平，内底无条啊。后壁九分二三，头前九九方，结果大地动呢，迄间无合嘞，是安尼无合嘞。咱经政署嘛，迄个叫做。这叫做内政部营建署，营建署遐个署长啊，去看看啦，哎，你这是安那地动敢无在恁家？我地动伫阮家变大个，好，我嘛7点外级，你嘛7点外，拢变大个，啥都无立个，我是一惊一不可思议呀，一惊一真理呀，我要一惊神，所以我今个叫大惊。地动无代志，一经会命法，所以有讲咧，一经有算命诶。我咧，咱咧算命无命好算啦，因缘果报无运好好论啦，天公立定。啊，所以咱一经咧，毋是咱一般所讲诶，干咧一个小小一个算命咧尔，大概无弄唔对呀。一张小诶话袂话，你用一经算咧，一张小诶话袂话。清清楚楚，咱大中关神社就跟千华咖啡，哈、啊，千华咖啡专性上水的千华咖啡庭园，你去食食去别里食袂下，食袂下，啊，你别里食食了，我来去用骗你哈，我来食食着千华咖啡，好、啊，那千华咖啡一来底咧，有迄树啊，种迄、那个风柿，啊，就是大个。啊，那么千华咖啡老板娘呢？我你卜卦我看呢，我爱照卦相看，你内底无空气。那么当时长呢？哎，我知，好、啊、在下面呢，水直接灌灌好了，迄个起，好卜倒起，空气倒起，全都活起来。安尼看事情哦。说风水啊，风水易经易经啊，唔是咱所讲干咱算命尔，农作物、动物。畜牧等等咧，做生意拢离不开易经一妙法。
嘛离不开易经甲风水原则。这是咱今日一只举行演讲会讲座诶最后上大诶目的。易经是大学。啊，咱大家乡亲，啊，咱全国的各位十方圣知识，啊，咱今日伫大溪咧，啊，咱个文化中心咧，来举办一场易经风水学个讲座。虽然咧，大家真无闲，好来听咧，但是咱部分咧。有缘的大众，代表着咱大溪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山神后土上顶的来遮参加这场的依法会友或者法会。咱对法会、法会，唔是干呐或者拜拜或者法会，唔是呾上经叫做法会，以各种的妙法来结善缘，各种的妙法。回亲回友，回归去生生生世世的亲甲友啊，叫做法会。所以咱每一个法会咧，咱大家爱珍惜。咱每一工早时五点半，甲六点，咱个大事的时间咧，咱嘛是准时甲各位依法来相会回友回心嘛。面对面是会友，伫电视会心机中间，或者会心、会心、会心。下曾经咱就信徒先生，伊话啦九十八岁啊啦，甲顶几工我走来找我，伊逐工早时咧，一定着准时看，看几啊年啊，看着节目。下顶几工咧，啊到咱台北树林。大安寺的，伊甲问讲师傅，师傅，我请问你吼，我最近身体几足歹，唔知去犯着啥无，唔知犯阴无？我讲你几岁？九十八。我啊，我知啊，你犯着九十八岁的劫数，犯着九十八，你身体真遐歹，你行路袂顺时。迄位阿妈咧，每阿妈咧，又过一老菩萨，九十四岁啊，师傅啊。我若最近身体脚无力哈，是犯着啥？我咧犯着九十四岁，犯着九十四岁，所以身体较歹。你看，叫做无常啊。咱人伫世间，咱的身体是无常。就咱用几十年以后，咱害去啊。那么一旦咱身体害去啊，等于机器害去啊。可能用几啊十年，咱爱甲感恩，爱甲感谢。在感恩感谢上好的方法呢，那要照这个身体修行正果啊，修行正果，除了时时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以外呢，咱一定爱念佛，念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正要未死嘛，无要紧，咱念一等下死。用一定有诶，那唔相信，咱大家试看下，咱就知。即咱若无死诶时，你知影，你就唔知影。哎呦，我迄阵再生念佛有功德啊，无功德。所以咱今日传这易经风水诶妙法，因为世间诶人生咱遮久，咱短短一年外诶时间呢，咱来学这个道，咱会当了解着自己。啊，了解自己的吉凶祸福，咱就袂阁发生着真侪真侪不幸的代志阁发生啊。所以咱出家穿这易经风水妙法，咱今日只咧讲，好甲各位啊，讲解一下风水甲易经咱的面面一关的事啊。咱唔是来拍拳头卖膏药，唔是往老店，咱重点咧，因为先佛佛菩萨咧，几个神树的慈悲。看了社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苦楚，这样的一个灾难呢，那才会哈，一我叫我呢，一心一意将这风水的妙法呢，讲予各位了解，将易经传予各位来让了解。咱各位乡亲，
妙法难闻，一世人要当到一次的机会嘛无济。当一旦有机会咧，一时啊，凡切因缘嘛无相像。好，因缘无相像，当然个人所领悟的、所体会到的吉祥祸福嘛无相像啊。曾经咱就信道先生，两老咧，啊，伊都伫这旧年代志尔啦。啊，两老拢八十外岁啊，八十外岁头晕目暗，拢啊，两老都有伴，少人出嚟嘛，家己就帮灶卡咧煮饭，拢甲两老咧煮。他讲戆戆三四年，啊那遐囝呢，拢有诶台北，有诶是台中，有诶新竹咧，无闲照顾许多人，个人是拢工伤，结果头壳戆啊。戆遐侪年，药也食无效。两老除了煮饭，两个老懵苦懵食以外咧，剩个时间干呐头壳戆尔。啊，有一天透早七起电视咧，看咧讲灶位的问题。亚速罗现在咱真侪人拢增建，后壁拢增加个起出来，唔是违建啦，增建。吼、哦，欠用增建，增建的是啊，面顶咧结果一条哈利。啊，哈利咧，咱头壳咧煮饭的人，拢头壳下咧牛啊，电下较心。两阿两老咧，入去灶卡就讲，出来就好用。听到听着我咧讲的时啊，好紧咧，直接刷刷出来，刷刷入来底，全好起啊。两老咧就带伊咱新竹，咱新竹一个分寺咧，江南吼，江南大分寺。两老起来，细细个安尼目睭，安尼目圆老花是安怎？你目睭无好哟？哼，老师唔是啦，吼、哦，我足看到是足欢喜的。我再是听到安尼咧，我今日刷入来，我就好两老就好呀。这足简单嘞问题，结果咱会去犯着，去犯着啊。另有一位信徒先生，阿姨咧，他都。面床头，哈，伊所困的后壁咧，面床头困的后壁咧，都隔一张这个壁，啊，一张壁啦，后壁都咧，咱煮的哈，那个热水炉啊，热水炉都伫后壁，更困都唔知，困到唔知人哟，啊，那爬起来一呜呜跳，啊，血压都压，再时起来一定按这里出来的。有我食咖啡也无降落，无啥泥瓜。有一天早时咧，嘛看到哎，台式咱讲在这里后边庙有加速路的时啊，伊只哎呦要收啊！嘿，我原来我后边就是过去装一台迄个叫加速路试验区的。安尼是，咱头壳属金，头壳属金，吼、哦，血克金克咱的脑，安尼俩。所以咱这本书内底，作者小小的问题，影响到社会问题。另有咱即摆离婚率遐高，离婚率遐高，好无介意咧，哈，只要刷刷的，结果到尾去灾难时，囝就不幸，迄尤其先结婚啊，上济，而且先结婚的咧。房间呢，擦粉红色，啊，这床铺嘛粉红色，拖鞋嘛粉红地毯，反正拢粉红色系列，罗曼蒂克的系列，罗曼蒂克啦，哈哈，因为咱目睭上离光，离微火，离火紫色只，咱的目睭的色，原色就紫色嘞，紫红色，咱无了解。结果你看到粉红色，看到红色，愈看愈一个脑的负担愈重，愈重的你心中就愈负担愈重，愈负担心烦气躁。三句话两句讲，三句话两句讲讲就煞。啊，是啊，你也对我歹，你是对我歹，是啊。因为咱经过目睭，经过脑海来，咱心内所表达出来的，本来是大家互相要相关怀。结果越弄越糟，就是啥面层房间的问题。所以，防空全省全国的
咱乡亲啊，咱啊，你若有囡仔、少年的人，老啊嘛好，新娘房的、老伙仔房、插婚人啊些，上好。过年要到啊，插菜、插普通的千层，哦，迄、那个米色也可以，反正千层就对啊。安尼咧，家来就稳定起啊。所以咱风水啊，风水是咱生活之中啊，要有一个咧。好，咱就正话才讲，按公妈，公妈咧，伊安尼咧，就安尼门头顶无有安尼门头，人出出入入，哈，咱这地主就是安尼。啊，因先生是外省人，大陆人，外省人啦。我请伊大陆人嘛，讲我外省人。我大陆人嘛，讲我外省人。啊，因过来我嘛讲外省人。反正无共性的拢外省人，好无族群的分别啦，地区的分别是有尔啦。啊，伊咧规家伙啊尿咧拢禁袂掉，再是透早起咧两间便所，一口罩五个人，再是为了便所规家伙咧去冤家，当当嘛咧冤家大声细声咧啦。哦，我一工就走来问老祖啊，老祖讲你的祖先啊。啊是安尼下骹咧，酷酷行，吼、哦！你徛马龙，伊讲哪有啊？阮祖先拢死啊，哪有徛马龙？啊有啦，阮祖先的身诶身经身子啊位吼，身坎诶，拄下骹拄要迄个灶骹诶门，伊都去门头顶，安尼下骹安尼烧人啊，惊大家嘛膀胱无烂啊，安尼尔，足简单的道理，而且我了。好呀，好好过面做啥呢？讲你讲无站实，安尼阿弥陀佛咧拜，哦，澳门的发生啊，哦，所以啊，哦、所以这里叫做咱厝的问题，好、哦，唔是讲一时迄个尔，咱厝的问题咧，一定有真济真济。你无法度去了解，正经咱一个信徒，头壳心肝来听，头壳心来听，看咱直直要爆炸，来清洗老祖。你公妈面头前迄个顶啊背掉就好啊嘛。咱有公妈面顶，吼、哦、公妈摆面顶去，顶一个顶啊，脚上吊物件嘛。啊，迄个你吊去，你无背掉，头壳心肝来听。听啊，安尼哦，这个背条偌好，这是足简单的哩。啊，咱中科院，啊，中科院是咱的一个科学家，啊，伊的老母嘛是目睭，安尼听，听袂好啊。这我别人嘛讲过啊，啊，听袂好嘞是安那，去问啊，请示老祖讲，嗯，你的，房间面床顶插什么啊？咱老岁仔人无插针针包啊，你插，你插你会看看，无形中目睭你就疼，目睭红，红甲，啊，然后药食无效，啊你啊，怎啊摕条好去啊？这个足侪足侪妙法，所以各位啊，恁啊在时闹时间，较早起来加减猛听。哦，恁一天牺牲半点钟的时间来坐咧，加减听，反射话都恁家的代志，啊，恁就甲你瞧，啊，我嘛，新鲜是真多，但是新鲜困难大嘛真多，啊，新鲜缘分，你爱人爱会缘呐，咱人若无缘，要缘要对来，主动自发，既然知影有妙法出世间。咱就家己每个人，咱爱自己的去把握。咱若唔知把握的时啊，我咧讲，咱真侪烦恼一定免惊无你的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咧就是开车，见开车咧吼，后壁那是有人坐的人在坐的哦，后壁有人坐，奇怪啊，迄哪呢？啊就走来问。啊！我问咧，我收收咧，要静静。哎、欸，那后壁一阿公啊，坐遐。啊，老师啊，我一个月前，我是迄个种士大人，伊就扣金，啊金到啊，然后啊个扣起来，甲囥伫后壁坐后壁位，想啊家己士大人嘛，
啊，无别人坐。我你无叫落车吼，无啊，我摸了就走。结果老爸都在后壁咧坐。哎呦，啊，有当时啊吼，老爸迄出臭咸味啊，拢闻较清楚楚。老爸爱食薰的，薰的薰烟的味嘛，拢有又无食薰。我紧的，去甲你许大人，许现点的，转去。吼、哦，我袂用甲你许大人叫来，叫来新闻时的是无路好转的。啊，遐我无房间我困。好、哦，后面安怎？好、哦，你紧的，啊，甲你爸讲，你爸你转来厝，啊，才转的。才怎啊耍？无暗时奈好，尤其暗时你开车时，后壁有听到老伙仔。这种智慧、这种知识，你想我都去当着去了解着这个烦恼呢？啥人你我都去了解这烦恼怎么去解呢？为心信教。曾经咱一个老师，咱一个老师咧，较早车拢载我。好、哦、车奇奇怪怪，当你修理修理袂好势。有一天呢，吼、哦，伊个老师啊，你看这毋知是啥原因呢？啊，我就主要看我八卦，你厝啊去有原因。啊，你原因你经过某某某个，有啦，就顶下朋友，伊妈妈往生，我甲送，啊，就拢做伊厝个人坐好男好女啦，吼、哦，啊，拢坐伫车顶，吼、哦，伊个塞某某某。安回来而已，车就开始奇奇怪怪了。我快快快，用了300寿金，三支寿金就够了。去到小小的车，本地土地公做主，我这些金银财宝呢，要回向给我车顶，跟车底，这些好兄弟啊，领受了，快快速速离开，回归本位。好，伊就照常安尼呢，哦，就照着去，拿来吃吃，啊，放面头前。爱会过以后，你才开过，啊，就好，阿妈阁奇奇怪怪。这种个种，咱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个代志有够济。那么这你都要学着，咱个法门，咱就当学着。所以拄只，好甲你讲，这是简单个，这叫做关系。好，伊上简单个方式甲各位讲，若是各位要了解者，咱要参加咱大课。啊，遮个啊，咱张讲师遮个啊，一班咱会使报亲戚朋友嘛好，来学这道学这法。哈、啊，有一个笑话的事。啊，我一个咱个地主，啊，伊就要做生意，啊，已经听我讲课讲，一旦你要甲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时，一定爱先去看伊厝个风水好啊无。哈、啊，伊就。去看，我无法唔捌，人待伫涂骹，我无法在内底。啊，望牌向向看，向阳，啊，看到无歹咧。啊，我去看伊个厝，啊，伊个厝咧，伫对面咧，拄多人地下多，好好，我想者，厝大，像现在安尼咧，即两路冲安尼，对好土地也是咧，就好好冲来。伊讲：“哎，即安尼袂用甲朋友投资，哎，莫甲伊做生意。吼、哦，即户口来抢的商人，反正得性命。嘿，伊就即句话，脑筋就起来。啊，就含朋友全部投资啊。经过无半年呢，伊的朋友公司规个呢，财务啥物正常拢有换的，换了生意做了袂歹。”迄中间呢，伊感觉有点后悔，后悔讲这个朋友，吼、哦，伊无甲朋友投资，听老师的话，煞减趁钱。结果，迄朋友呢，哈、啊、出去呢，去互车弄死，开车弄死，公司规种崩了。就哦，好佳哉，老师，我有学这项，我安尼，若无这项，我面子要举倒去啊！我你有够开心哦，朋友死你才欢喜哦。哎呦，我唔是啦，好佳哉，好佳哉，安尼啦，朋友又咧知啦，我唔知要来叫化解。所以咱要做一件事业，咱爱易经风水爱成物，咱成物以后呢，咱做者会用减少着无必要烦恼。咱不但顺，不但遥远和尚，咱不但迷信，咱拢有真侪真理。好，所以我伫大师啊。
所讲到今日呢，已经要到千八集啊，要到千八集的这个妙法。反正是讲啊，我今日传这个妙法，这个法无真理者，无正道者，根本都无可能在咱国家三大媒体继续搁播咧，早就切掉。所以各位啊，咱妙法难闻，大家若有时间者，报亲戚朋友，较早去看，恁有功德啊。好，好，等下咧，等恁若啥疑问，我另外一节来解答哈恁的这个问题。好，啊，各位咱大家的乡亲，风水啊。好，在咱生活之中呢，风水无真深，哈嘛无真浅，但是风水咱若捌食，咱用伫生活之上。曾经咱一位信徒，伊就饲猪，啊，伊猪啊咧，原来饲咧石头猪，吼，灯火烧的猪哦，拢饲了灯火烧的猪，啊，别个朋友所饲的猪咧，拢灯火烧。伊毋知要安怎，啊！有一天早来问我，我倒去看觅，我哎呦，你这个门开唔着，你门要开顺水顺水流，开顺水流财气袂调，无财好赚，无财好赚的自然的底下互你饲袂起咧。你若一只底下加饲一个月咧，你饲了加食偌济？哈，你迄个净赚嘛？迄一个月，结果每只底下加人六个月。六个月的两百斤的六个月一无百几斤，你看，迄饲着灯火烧猪啊，啊，风水的关系，要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就饲鸡啊了，伫玻璃，伊咧食饱伤闲，将鸡啊换的顺顺时啊咧，哇，就鸡条头前看看，佫起一间咧，用在休困喝泡茶，结果起咧钓啊，鸡啊来钓鸡仔。无代无志的，若要卖，时间到啊，明天再去跳跳跳，死几堆。啊，有一天早来问我咧，我毋知托你讲烧烫猪无？我咧讲无良心，托你讲以后无得你一杯一碗汤一碗料，是安尼拢怪托你讲。你一定你有正见，有啦，我都出去正平呀，我都去一间朋友来用泡茶，然后用放药膳，我咧好牙头，黑工之灾了钱。家庭不灵，包括人也会伤到的。所以这风水的妙法，风水的属性，咱欢迎大家共同来学习更加风水的妙法。